浙江德比，常规赛两支球队的第四次交手。哎呦，厉害！哦，这种制空你确实是大个也没法弄啊。防杀，漂亮的背传，好球！哎，吴谦这个球厉害了啊！升头了，升头了！哎呦，这就是吴谦呐，就利用这个掩护转圈打呐，七个三分啊！跳球，比赛开始，浙江绸罗银行获得了今天比赛的第一攻。吴谦来对防苏明辉，李金龙兜出来。伦博跟得慢了啊，这个开场的对位效果体现出来了。哎，下手你看没有？这就是伦博啊，伦博是在这个复赛之后啊，最受益的球员。又来，吴谦的三分球，攻再加上，那就全面了。啊，今天对孙明辉这个限制非常好。对，因为也是非常了解了，很熟悉。也暂停了得。但也是，当然也是一个官方暂停了，官方暂停也应该暂停了，嗯，是吧？那个广厦那个开局打得不好，苏克比上来拦下，他就有这个优势。孙明辉，行，对，这就是终于拿分了。做的要加强侵略性啊，这样才是孙明辉的球。27-17，第一节比赛结束。对他这个投手啊，接完球没人投，好球。这球票，哎呦，这是要到了里边比较深的位置啊。对，你看这个胡金秋跟孙明辉现在越来越熟了，就是他能知道胡金秋站在这个位置上，他的把握是很大的。对，孙明辉还得回来，要不然就没法打啊。2+1，他得回来那儿，孙明辉得回来了，你看，好球，这就是少一大个儿，对。其实是该得分的，嘿呦，这球能倒来，还是个空位啊！吴谦就喜欢这种啊。广厦这个防守啊，确实是，这球能救回来啊。汪子洛在这次的替补登场，其实是给球队带来了很大的帮助。对，这种串联啊、过渡啊、防守的破坏啊，过出来。孙明辉打起速度，半转换。哎呦，两个队都有到家进的球啊，不进的。看吴谦，那是金龙第一进了以后啊，后面丢了三个，对，空手转换三分，钱的有了。哇，吴谦这上半场表现是真棒啊！这两节比赛都是比较又来，呵，四个三分，7中4啊。这就不好弄了啊，这没法弄了，就是强点你防不下来，尽量拖延一些时间，假掩护进去，哇，球漂亮，一下就把这个过了，不停抽纸。而在绸罗银行这边的张大宇可能是这个腿啊顶着一下是难受的，不让他上了，继续刘泽一和朱玉航来打。孙明辉这个球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调整啊，这是他在上半场没有能拿出来的侵略性，他不单单是打出侵略性，核心要冷静下来，要解决问题，也没吹走了，就剩一个了。李金龙这防守的移动是他最大的一个短板，退得真快这边啊，胡金秋控了，哇。孙明辉现在是就是千方百计先杀到篮下再说，打反击了。这是吴谦呢，吴谦强行提速，广厦队的球员啊是退而不防。哎，你看又来了，全部是上篮。孙明辉6分，因为现在还不上，是刘泽一打5，那么这样呢，他们还是觉得是能进去的，来三分了，吴谦。退防的时候，王一博来持球，这对于吴谦是一个巨大的解放，强行上了，哇、孙明辉呀、8分，这节1人8分，全都得分人也得分啊，掏一个，哇，你看见没有啊？就是你防不了人家这球，对，加了以后就总有人能够，因为刘泽一打这个中锋，他的目的是说苏若愚出不来，投3分了，
哎，手感来了啊！单节11分，11分，而且很快啊，不到半节。孙明辉醒了，对他得分啊，他是有这个能力的。啊、进去了，漂亮！他孙明辉不传了，对，第三节不传一波转出来还有机会。导出空位了，哇，真准！中国银行今天的3分球，对，是他们非常重要的得分武器。啊，这是对攻打出反击来了，开始对攻了，这才是正常的广厦防的是不错的。哎，现在不打了，嗯，12连防，哇，连防，再见，连防，这个下面这个二离得太远了啊，加不让你进去。这段防守不错，防的，哇、哦，真叫艺高胆大，嗯，大个都，好球，自己来，哎呦，真棒！这一节拿多少分我都忘了数了，来，我给您算算啊，快20分了，14、5分是有的，8分，单节，他现在已经22分了，对啊，他上半场我都忘拿多少分。孙明辉也有点累了，你看你啊，肯定了，球都突，这么弄球，哎，这张开出来了啊！哎，你别看没三分，他下半场在第三节的时候有好几个都是2+1的球，这也相当于三分的效果。如果罚进啊，是刘泽一的第5次犯规来了，刘泽一的5犯，我们看看张大宇是不是能回来了？嗯，那攻不了，9分还得孙明辉自己来。哎呦，厉害！哦，这种制空你确实是大个也没法弄啊！哇，今天孙明辉就欠一扣篮了，这是曾经的扣篮冠军啊！挡进来，挡进来，仰啊，进攻犯规，没有收住吴前，他跳起传球了。哎，那吴前也是第5次犯规了，吴前5次，陈瑞鹏5次，哇，这个刘泽一5次，朱旭航5次，你看看啊。连单节25分把人看上了啊！第一节啊，来我们看吴前来了，打胡金秋，胡金秋也5犯了，你别看是啊！哎呀，已经不是5犯了，22分21个板，第三次吴前，吴前是5个犯规，对呀、啊，他是5犯，快30了啊！吴前在第4节就哇，这哥俩今天真的是。打出了浙江德比历史以来最好看的比赛之一。对，您回忆咱们第三节中场回来那对比，25分，多惨淡，多惨淡！不是，我看那个孙明辉追的真快、啊，脸都木了哈。是，那下面第三节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而吴前呢，在张大宇这个确实是脚不太跟进，刚才跳了两下，是不是又不舒服了？哎，抢走了，给暂停了这个广厦。哎呦，漂亮的背传，好球！哎。哎，吴前这个球厉害了啊！自己的抢断，自己的背传助攻，陈尔鹏打成。李指导赶快叫暂停。对，追到7分还是8分的时候啊，我是觉得他该沿用第三节的那个搏命战术，就是打球星球。孙明辉，对啊，还是孙明辉突破的时候。对啊，你想啊，人家那么多的犯规数是吧？现在可以真正开始用了，因为现在场上吴前呀升头了。升头了！哎呦，这就是吴前呐，就利用这个掩护贯圈打呐，7个3分啊！河南人确实防的不错，但是这个掩护一直在转圈挡，里边的大个跟不出来。吴前打球啊，哈哈！我们看啊，打赵家人，然后呢，他要张大宇这个掩护，我们看胡金秋的位置。你看这个球，谁赢了？得高兴，为什么呢？奖金都比平常高，嗨，是吧？哎呦，吴前又进一个，吴前8个3分，对于中年人非常极端啊，这个风格很鲜明。就像在最后的0.9秒，还要把吴前换下来啊，这是一个奖励性的换人。嘿嘿，今天浙江绸缪银行赢了浙江广厦，嗯。请双方员相互致意。看这哥俩，看都是。今天吴前是胜者。哇，这
个几次突破漂亮。